媳妇儿，看我给你买啥好吃的了。哎呀，你咋买那么多鸡蛋呢？鸡蛋我跟你说实话是够够的了。够够的。等着啊，一会儿我给你做一个让你吃不够的鸡蛋。锅中有热，打出一个正经一点的鸡蛋。煎定型翻面，盛出凤梁，锅中有热下蒜末，炒香挤入番茄沙丝，大火熬开烹入陈醋，加85度的开水，半勺白糖，生抽，下蛋，盐。朋友们，近都近了，你给老弟留个小红心再走吧。老弟每天给大家分享一道美食，求求你们了，再点一个就热门了，感谢。大火收针，出锅。老方太厉害了，一个鸡蛋都做出花来了。妈天天煮鸡蛋，我都吃勾勾的了。必须要换新吃法啊！